转过来了。是吗？这个阿弥陀佛了哈，这个其实哦，其实人哦，人要在对的时候上对的节目哦。那我活着是因为我存在嘛哦。那因为这个很难讲啊，这个有时候我觉得那个民进党要找回30年的热情。那你看像现在这些人，你会跟他们走上街头吗？不可能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人家都说我这批评民进党，怎么没有批评国民党啊？国民党已经烂透了，对不对？这个。我有时候在想哦，这个人生的价值哦，是不是说，应该哦，这个人哦，每天都在交换一些东西啊。但是你内心那个东西不愿意交换的，那个就叫核心价值。真的很有，你真的很有才华哎，真的是不会模仿。真的耶，他们在讲话从来就这样，完全就是。为什么他有新的角色，你没有？我是第四名，他第一名呢。这个不能这样讲。我这样讲我有压力呢。你没办法赢哪里办的名字？就网络票选那个魔王啊，就是那个。台科在介意这件事。你第三名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对啊。他演的名字在台科前面吗？第二名是罗志祥，第二名罗志祥，我最后一名。对。苏变王不服气是不是？我跟你讲，这个人讲话很直，我是直来直往。你太晚，你不想看到我，不想看到你丑八怪。请问你这样的模仿的动作跟菜头有什么不一样？有跟菜头什么不一样？好不好？我比较 fashion 一点 ，OK。蔡文，我们来，我们忘了啊，甘特。哎，你当时。赢了台哥一名，心中暗爽吗？没什么好怕的、啊，对不对？反正我没爹没娘的，是啦，就是骨头烧。你没有爸妈？他在模仿。为什么？我怕他什么？可是台哥出道比你早40年呢。没有那么早，没有那么早，我出道也快40年了。这口气你咽得下去？我咽得下，先不要，因为我们现在没有节目可以咽得下。